镜头你好大家好，我是彭佳慧。今天拍我们第一首主打歌叫做《太难唱了》，现在大家看到很亮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现在才把灯打开，没有啊。今天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子里头，感觉都时空背景回到了很复古的年代，包括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，所以我一直都会 K 到人，今天走到哪里 K 到哪里。我好像每一张都从来没有放过自己。有些时候的难唱不一定是技巧性的难唱，有的时候是情绪方面的部分的难唱。那这首歌每一个都兼具，我必须在一首歌三四分钟里面表现出各个 不同层面的部分，抛泄出我的情绪的部分。有人生的难，有唱歌的难，有难说的难，难唱的难，很多部分的难，好像今天也蛮难拍的。太难唱了是我一听就决定想挑战的歌，因为他已经把我刚刚说过裘德的 vocal 已经非常好，在诠释这首歌他自己用一台琴，一架钢琴这样唱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厉害。说真的，我现在出来的版本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可以有机会跟他一起唱这首歌。我最大要克服的是记歌词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让你休息的地方，我们没有间奏，你要想办法找地方换气，很难，因为它中间变了两三次的古典的打法，对，到后来还有几小节是变成 tango。 老实说，我那时候一直咬到舌头怎么样排练怎么样呢？你看我现在还是记不起来。这首歌最难的不是他的唱歌的技巧，而是他想要把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很动人。对，因为 我们最难的就是把它找出一个方法，气要顺，气不顺可能很难唱这首歌。前一天要睡好，要吃饱，要有一点饱又不用太饱，嘴巴里面的口水不能太潮湿。讲完大家还是听不到，有没有？因为太黏的话没有办法唱好这个歌，一切都要刚刚好。我通常都会吸一口气，把这些字平均分配在这一口气里头。是否要更相似，更接力，更煽情，再转音不欢喜，痛哭流涕，太难唱了。我刚刚有偷换气，痛哭流涕，太难唱，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再唱出来。好啦，如果你们都会，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啦？大家应该在四月就会看到这一首歌，听到这一首歌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尬一下这首歌《太难唱了》的歌的活动。对，谢谢。是否要更深思，更接力，更煽情，再转音不欢喜。